众在通讯软体上卖毒，警方乔装是买家，路边交易，前后包抄，带您看看现场状况。这名男子呢是企图往前冲撞远警，可以看到呢，警方是前后包抄破窗，要将人给拉下来。不过过程当中，警方的手还受伤。会听啊，搁弄。你的手机密码几号？忘了。你的呢？哦，实施又不侦查，并乔装买家做交易。交易完成，我们警方表明身份的时候，阳性的犯嫌开车冲撞，意图逃跑。那么警方查获的呢是三级毒品凯他命以及毒品包，总共是重达22公克，还有3万多块钱。那么最主要，警方是在网络上面巡逻，发现有人在通讯软体上面卖毒，那么也立刻跟他约出来面交，将人给逮捕。但过程当中呢，却开车冲撞远警，过程相当惊险。